投资台中呢也破2兆元哦，这是我们台中市的优秀成果哦。我们的防疫成果也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非常谢谢我们现场所有陆续到场的长官贵宾，请大家在我们前方的贵宾席入座，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开始进行今天的开幕记者会。 超过10万人进入到我们石冈小镇，那么去年因为疫情没有办，但是今年我们再度的扩大办理，所以要搭乘热气球看热气球，不用远远的到台东，在台中就可以看得到，你说对不对？今天开始连续4天的时间，就在我们的石冈土牛运动公园这么漂亮的运动公园，谢谢我们运动局的整治，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停车空间。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活动的开场，我们也邀请到了一组。 非常热情的啦啦队的团队，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看中信兄弟比赛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那在我们热情的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会出现。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 Passion Sisters。 陈分局长，非常谢谢。另外，我们今天石冈在地的大在长刘素信刘区长，非常欢迎区长好，谢谢区长。接着会跟我介绍中部地区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吴国良吴指挥官，以及正战主任。在前年举行，那结果我们是台中县第一次办，大家都是办爆红哈，我们都下大票。那我们在石冈这个地方办。 石冈的人口不多，只有大概石冈区在1.5万人，啊，1.5万人。结果我们第一年办的时候，2天涌进10万人呐，啊，因为大家觉得来台中还是比较近，比较方便，所以我记得那第一次办的时候啊，大家前胸贴后背，人潮汹涌，把我们真的大吓一大跳。 当地的警察局哈分局，那这个紧急调度非常多的啊同仁哈警察同仁出来维持秩序。
那去年因为去年本来应该办第二届，但是疫情严重，那我们怕群聚感染，所以就停办。那今年台中疫情减缓，所以很多的民众早就超晚在等说赶快办赶快办。那经过精心的筹备以后呢，我们今天开始一连四天哈、啊、要举行这个热气球的嘉年华。那今年因为旁边还有停车场啊，第一个我们在场地做展现，第二个呢，我们搭配热气球的活动也举办了很多的艺文活动，包括有音乐晚会，它晚上要放烟火，放烟火的同时要搭配灯光秀，期待吗？期待吗？那再有个非常精彩的节目结尾，另外我们的社会局洪台珍彭局长哈、啊，还有我们的新闻局长协助来新闻发布，郑兆新郑局长，还有我漏掉的吗？啊，好，大家都看到你了哈。那、啊、总而言之，一个这个活动能够圆满举行，尤其我们今年第二届哈、啊，更是战战兢兢哈。所以就业亲自跟大家报告，他六千亿不？啊，好，祝福我们在四天当中哈、啊。活动圆满顺利成功，好不好？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呢，今天有个特别来宾，我们台中的美女帮我当主持人哈、啊。那这是我们台中自己在地的这个红台的这个电视主持人哈、啊。那他是台中人，台中女中毕业。我为什么对他这么熟？因为我跟他爸爸妈妈很熟了啊。他爸爸是个医生，妈妈也是个大美女。当过台湾女中校友会的会长，还有他妈妈的好朋友哈、啊，那是我们自己家里，那他当电视台主播以后，我后来呢，啊，因为播得太好了，转进电视主持界哈，现在变成还得过金钟奖啊，台中得过金钟奖没几个哈、啊，特别那我们今天也请他回家哈、啊，来帮我们主持活动。中间镜头，好，左前方，左前方镜头，来第二届热气球，耶、yeah! ！好，谢谢，热气球要起飞了，我们现在请媒体朋友先撤到两边，小心我们地上的绳索，我们热气球的起飞绳索待会也会拉动，所以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现场的贵宾、媒体朋友，请退到我们的绳索外围两侧，谢谢。好，我们台中热气球要准备起飞了，来，我们前方的朋友们，我们请两侧帮我测到两侧，绳索的两侧往后退好吗？谢谢。前面的工作人员跟摄影团队，我们稍微往后，往后，谢谢。我们请所有的局处首长也再往后退一些些哈，人媒体这边要来拍摄，请所有前方的媒体教练，好，我们稍微撤一下下，好，谢谢。不好意思，我们前面先净空一下哈，谢谢，感谢，让媒体可以有一个拍摄的画面。我们台中热气球升空了。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气流非常的稳定，好，让我们的热气球在这里呢，可以顺利的在我们虎牛运动公园这里正式的起飞，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见面，哇哦！
所看到的现场，我们是二加一的热气球，还有一个迷你的水滴宝宝热气球，这个是让大家可以拍照哦，非常可爱的水滴宝宝是我们石冈的吉祥物。那么在今天的下午的正式开放给民众的热气球呢，会有4+1的热气球，球数会更多，让我们所有报名的民众好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搭乘我们热气球的体验。那我们民众好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活动的网站或者是脸书粉丝页来去购买我们热气球的搭乘券。就欢迎大家在网站或脸书上面呢，可以知道我们的各个场次的时间，然后在我们活动的现场直接购票，一起来参与台中热气球。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热气球呢，一个热气球的组成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包含我们整个气球的球皮，还有我们的燃烧器，现在所看到的燃烧器，以及呢我们这个搭载我们人们在热气球上的铜篮，这三个主要的元素。那么呢，一般的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观光热气球搭乘的人数大概是4到6个人的人数啊。那我们的燃烧器所利用的就是液态丙烷，液态丙烷来去做一个燃烧升空。那么球体膨胀之后呢，先起球，所以在下午的时间留在到热气球的球皮在地上，然后进行起球的动作。起球完毕之后呢，球体膨胀之后就会进行我们火焰的点燃，点燃火焰之后呢，就会被加热的空气把我们的气球带到我们的半空。好，我们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有没有民众好朋友呢，如果有想要搭乘的话，在今天下午开始还有后面连续3天的时间，在我们的活动现场都可以直接购买热气球的搭乘券跟气流的体验。那我们待会呢，让我们今天的开幕记者会再次的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贵宾跟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哦。好，那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要进行现场的联访时间。所以会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在2627连续我们4天的时间来到我们石冈热气球，在我们台中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现场。来，台电今天特别提供了好吃的冰棒哦，在我们贵宾接待处，欢迎大家索取。我们还有贵宾没有搭乘的吗？还有快要搭，趁现在，趁现在，快要搭的赶快。我们有媒体大哥，我们好看一下这边，这边。局长那边，好吧。来，好了，可以了吗？大哥，局长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好吧？好，我们退一点。
来。好 ，OK， 谢谢大家，谢谢市长。徐一克的热气球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见面。再次的邀请，也请媒体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的宣传报道。那也请所有来到现场的朋友都可以确认一下我们的台中热气球嘉年华。谢谢市长，也谢谢我们现场市政府所有的团队。我们的局长，还有今天有局长、副局长、有张伟等等，我们的大家会宾一起参与今天的开幕。好，谢谢。